你别洗了，你睡觉吧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为了怕你们心疼，我就不洗了。没有人心疼，加这一句就多了吧。我也跟你一起洗吧。好。在哪里找到的冰糖？嗯。谁买的冰糖？我买的。你太棒了。怎么了？我要煮冰糖雪梨啊。哦。他哥哥没表情。我们已经煮好了。我们看到没有，就是我已经煮好了，应该是这样子做。突然有点心疼小文呢。小文就是要煮给那个谁啦。慢慢嘛，好尴尬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Love, it's a special day. We should celebrate and appreciate.他今天像 Harry Potter。今天早上是哈利波特的老师，今天下午是哈利波特的学生。你招了搓手霜。不开心呐、哎，就是小文没有。小文其实还挺可怜的。